大家好，我是廖瑞英，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要先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当司马的时候所写的一篇铭文《捕蛇者说》。这篇文章呢是属于杂技类的文体。柳宗元在这篇文章里面借由叙述永州捕蛇的人，宁愿冒着被毒蛇咬死的生命危险。 也不愿意更换捕蛇的差役，回复缴交沉重的赋税，最后用孔子苛政猛于虎这一句话来表达，当时候繁重的复练。对老百姓的毒害，远远比毒蛇更为严重。所以既有叙述事情，也有作者发表议论，是一篇为人民请愿的佳作。蛇是冷血动物，湿滑软溜的细长身体，性情凶猛。 尤其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发出绿色阴狠的光芒。许多人光听到蛇这个名字就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确，蛇那光滑的外表、充满杀机的大舌头，着实是令人害怕、恐惧的爬虫类。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功用也很广大，可以活络筋骨。 治疗中风、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抽搐、痉挛等等，还可以治疗麻风病。对于头脸、身体的赖皮疥疮也有很好的治疗功效，尤其是白花蛇。《本草》说，用它来治疗风邪的病症，效果最快。而用永州出产的蛇最好，是地方献给朝廷最好的贡品。 赋税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唐高祖武德七年的时候，颁布了均田令，按照户籍授田地给人民去耕种，采行租庸调法，按照成年男子的人数每年征收赋税。这种制度呢，没有繁重的征税或者是劳累人民的问题，又可以防止土地兼并的风气。 所以，如果社会的秩序是稳定的，人口没有重大的流动，而户籍跟田籍也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那么租庸调法不失为良善的赋税制度。所以，当国家是太平盛世，人口和户税的数字增加的时候，国家就富强充足，百姓的生活自然也就富裕丰饶了。 唐玄宗开元天宝的盛世，在杜甫的一席诗里面就留下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繁荣强盛的景象。他说：“想当年开元盛世的时候，即使是小小的县城，也拥有万家的人口。百姓的农作收获，无论是公家的或百姓家里的仓库，都储存了丰满的谷物稻米。社会的秩序安定。” 没有盗贼匪寇来横行，路上没有豺狼虎豹出没，人们可以平安的出门。就算是要远行，也不必要挑选特别的日子。社会的经济繁荣发达，到处是贸易往来的商贾，道路上车辆络绎不绝。男的下田耕种，女的养蚕采桑，各安其业，各得其所。 但是这样子的辉煌盛世的背后，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一些崩坏的迹象了。因为自从高中以来，政府允许土地买卖，导致了均田制度被破坏了，土地兼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唐玄宗连续好几年对南诏、吐蕃、契丹等边疆的民族用兵，人民为了躲避劳役，逃亡迁徙的人数暴增。 政府能够控制的纳税人数就越来越少，为了补足流失的财税，朝廷只好不断的扩大税基，加重赋税。就这样子恶性循环的结果，租庸调法就崩溃了，无法推行。唐玄宗天宝年间废除了府兵制度，而改行募兵制。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史之乱，人民为了要躲避战祸，四处的流亡。 经济被严重的破坏，朝廷财政的窘境呢，更是雪上加霜。书中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是为了酬谢有功的平乱将领，以及安抚投降的将领，就大量的授给他们节度使的职位，于是就造成了节度使遍布天下的情形。从此以后，许多骄纵的节度使，他们拥兵自重。 不但和朝廷抢夺人事的任命权，连赋贡也不上缴朝廷中央了，形同地方财政独立的状态。节度使们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还随意的多立名目，向人民来征税，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朝廷呢，也因为府库空虚，管辖的地盘又缩小啦，所以就把沉重的赋税强行分摊给老百姓。 一方面增加他们的赋税，一方面就在加重原来赋税的金额，来充实国库财富的收入，造成了老百姓对朝廷的强征暴敛有满肚子的仇怨。唐德建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看到了当时赋税征收的这么样的混乱，因此改而推行两税法，由政府先预计来年全国的支出。 量出为入，先制定全国应该缴的税额，然后再分配到各地去征收，以个人的土地跟财产来当作征税的一个标准。一年分成夏秋两季，纳钱或者是缴纳数米，还明文的规定，禁止官吏非法擅自的增加税收。如果官吏擅自增加税收，这是属于贪赃的行为。 多增加的部分就会被没入官府，官吏如果中饱私囊，就以王法来论处；如果出现违法不平均的情形，那么相关的人员就得遭受杖打六十大板的处罚。这个制度原始的利益虽然是很良好，但是会造成铜钱贵重但物品轻贱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人民就得贱卖物品来换取铜钱。 可是这样子，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且贫富悬殊的问题也还仍然存在。唐德宗时期又陆续增加了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唐顺宗永贞革新的内容当中，就是要减轻赋税，严厉的惩办这些贪官污吏。可惜这个改革的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以失败告终。 而所有参与革新的人，都被贬到荒远的边地去。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仍然坚持他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说：“虽然遭到许多人的排挤、冷眼相待，但是我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做事原则跟人生的信仰。”他非常不满意朝廷繁重的赋税，所以就写了《捕蛇者说》来反映人民的疾苦。 而就在柳宗元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正是宰相李吉甫撰写了《元和国际部上奏给唐宪宗的时候。唐代从唐玄宗天宝中期一直到唐宪宗的元和初年，这六十多年期间，复练凡苛的程度已经繁重到老让老百姓无法负荷了，因为朝廷把新税旧税全部混杂征收。 当人民被重负逼迫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只好逃亡到他乡，造成了男丁离去、田地亡失，可是税籍却仍然存在的混乱现象。然而，朝廷把逃亡户的赋税再摊派到其他的存留户的身上，去共同负担，而且又设立了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赋税。 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相税逃亡的情形势必一再的重演，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更加重，让人民无法疗生了。从这里看来，柳宗元在《捕蛇者说》这一篇文章描述，蒋家人从祖父三代以来，沉重的赋税逼使得贫穷的人民不是死亡就是迁徙，到最后出现了十室九空的。 悲惨景况，这应当是真实的情形，而不是空穴来风。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各位同学，从前面单元的介绍。 我们已经对中唐赋税制度混乱。当百姓被沉重的赋税逼迫的无以为生的时候，只好逃离家乡。 可是朝廷又把原来的苛捐杂税再摊派到存留户去负担，逼使得人们不是死亡就是迁徙他乡，造成了流离失所的情形。有所了解。接下来的第十讲次要讲授的主题就聚焦在柳宗元《捕蛇者说》这一篇文章上。以下我将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是内容的讲解。 第二是写作技巧的分析。本篇文章以蛇为线索，一步一步的导引深入。首先，柳宗元从地处偏郊僻壤,壤的永州方方野出产一种奇异的蛇开始下笔。它的奇异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蛇的身体外表是黑色的底，白色的花纹，颜色醒目；第二，它有剧毒。 毒性强大到，凡是被它碰触到的草木，全部都会干枯而死。如果有人一旦被这种蛇咬到，也没有任何可以治疗的药物。毒性这么强烈的蛇，令人闻之色变啊。不过，要是抓到这一种蛇以后，把它晾干，用来当做调补的药品，就可以用来治疗麻风病、手脚弯曲无法伸直。 脖子上的恶性肿瘤等等疾病，还可以用来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在人体内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功效广大。作者分别从蛇的外表、颜色、剧毒性质、用途、功效这三方面，极力的刻画这种蛇的异常，图显它兼具了大力、毒害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性质。蛇既然能够治疗疾病， 当然就会被从事医疗的人所重视，而去储藏收集。而皇帝的生命比起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更要更来的珍贵了。所以，身为皇室医官的太医，平常的时候就要收集储藏，以随时来提供皇家使用。但是，这种功效广大的蛇有剧毒，一般是求之不得，买之又不能的。 如果没有动用到最高权力的王命是难以达到的。可是，就算是出自于皇帝的命令去收购这种毒蛇，一年分春秋两次来进贡，仍然还是稀有珍贵、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这显示了人们害怕毒蛇的程度。而就因为皇家既需要这一种蛇，可是这种蛇又不容易抓到。 所以才迫使了地方官吏采取招募能够捕捉到这种蛇的人，让他们可以来冲抵应该缴交赋税的办法。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优惠条件，所以永州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去捕捉这种毒蛇了。朱税向来是皇室赖以为生的根本，而这种奇异的蛇是皇室借以活命的宝物。 征收毒蛇来当做缴纳租税，这样子的做法是符合了朝廷的利益，于是毒蛇和租税的关系就这样子紧紧地被绑在一起了。而也就是因为这一个连结，造成了永州捕蛇的人命运悲惨的重要原因。王命征集一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用来抵消应缴的赋税。 于是，永州的百姓就不辞辛苦，争相冒死去捕蛇。这么极具危险的事情，人们为什么会趋之若鹜？是什么样子的原因，竟然使人们出现这样子的反常行为？原来是繁重赋税的逼迫，老百姓争相奔走的背后，竟然埋藏了这么多的无奈和伤悲。 毒蛇和重负的祸害两相衬托，为下面两者的比较预埋了伏笔，也将蒋氏叙述祖孙三代捕蛇辛苦的事态发展预先做了安排。接下来，作者从奇异的蛇引出了本文的主角——捕蛇的蒋氏。作者先写蒋氏三代捕蛇的利益，这是一个极度艰苦危险的工作。 一般人可能避之就唯恐不及了，蒋氏却因为能够捕得这种毒蛇，而享有三代不必纳税的独享权益，这真是令人不百思不得其解，也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他问捕蛇的情形，他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差事上，而我的父亲也是死于此。” 现在我继承了祖业，做这一件差事也已经有十二年了，有好几次差一点就丧失了生命。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好像是很忧伤的样子。原来捕蛇抵税的利益，是用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以及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才换来的，用血泪生命换来抵税的专利，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从蒋氏貌若盛期的神情，就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伤形于辞色的情态，生动的勾勒了出来，清楚的表达出捕蛇并不是一件好差事，争先恐后奔走，实属无奈呀、啊。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还要说是独享专捕蛇之力，这样矛盾的话，更可见他内心的酸楚。 既然这样，作者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而悲痛的同时，好心的提出了一个解脱困境的办法，跟他说：“你怨恨这差事吗？我将帮你去告诉这里的地方官吏，让他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你看怎么样？”简短的文句，语气急促，连用三个“弱”字，也就是你。 表明我柳宗元是面对面和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想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乎是确实可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蒋氏听了这一席话，不但没有高兴、感谢帮忙，反而是更加悲伤，而且眼睛含着泪水，沉痛地说：“你是哀怜我，要让我活下去吗？” 那么我做捕蛇这件差事的不幸，还比不上恢复我缴税不幸的厉害呀、啊！如果从前我不当这个差，那么我早就因为困苦不堪了。自从我们家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已经长达六十年之久了，可是我亲眼看到同乡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窘迫。 他们就算是把田里生产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或者是把家里所有的收入全部都拿去缴税，也还不够，只得嚎啕痛哭求救，辗转迁徙逃亡，又饥饿又口渴的累倒在地上，一路上顶着狂风暴雨的侵袭，冒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有毒的义气。 因为这样子，而一个一接着一个死去的尸体到处交相堆叠着，逃亡的人每天越来越多。从前和我祖父同住在这儿的人，现在十户当中剩下不到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只有不到两三户而已。 而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只有不到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可是我却因为有捕蛇这一份差事，才得以侥幸的生存到现在。当那些凶暴的官吏来到了我乡里的时候，催租逼税的时候，那种到处吵闹、叫嚣骚扰，笑得老百姓都惊慌失措。 那种惊扰喧哗的气势，不要说是人了，就连鸡狗也不得安宁啊。而我每天睡醒的时候，小心翼翼的起来，看看我的瓦罐子里面，如果捕来的蛇还在，我就可以松一口气，放心的再躺下来安睡。平常的时候，我细心的喂养着蛇，到了规定要缴交的日子，就把它献上去。 回到家之后，我就可以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家田里所出产的东西，就这样子来度过我的余年。估计大概一年当中，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会遭遇死亡威胁的时候，就只有两次。其余的时间，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安然度日，哪会像我那些乡民们那样子，天天都提心吊胆。 受着死亡的威胁，活在痛苦恐惧当中呢。现在我即使因为捕蛇而丧失了生命，但是这比起那些乡邻们来说，也已经是完死的了。我又怎么敢有什么怨恨呢？讲是这一大段沉痛申诉的话，所讲的是既有存在的具体事实，又有确切的数字。 他除了听闻自父祖辈的经历之外，也有个人亲自切身的感受，既讲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而一副政府对人民蛮横的收刮、强行征收苛捐杂税的生活图景，就清楚明白的像图画一样呈现在眼前一样。讲氏的这一番话发自于内心。 带着血泪，说明自己因为捕蛇而和逃亡的乡邻们有完全不同的分别。例如，在生命上有生存和死亡的不同，在心情上有安稳和惶恐的差异，而受苦难的时间呢，有长久和短暂的分别。这么多的对比，清楚的表明，毒蛇固然可怕。 但是增收赋税的毒害却更令人恐惧。文章的最后是抒情和议论完美的结合。当作者听完蒋氏诉说这段悲苦的遭遇之后，越听越悲伤，而且深受震撼。 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意思是苛酷的政令比老虎还要来的凶暴。这句话的时候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真实的遭遇看来，这句话是确实可以相信的。哎，谁知道这样苛捐杂税对人民的危害，竟然比起毒蛇还要更加的厉害严重呢？ 所以我写了这一篇《捕蛇者说》，来等待那些朝廷派出来考察民情的官吏拿去做个参考吧。故为之说，以是服官人风俗者得焉。这是作者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被贬谪到荒凉的边地，官位卑微，所说的话没有人肯听。 尽管满心悲悯百姓的苦难，自己却无能为力，只有寄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官员了。作者在文章的结尾以一两句话点明主题，读来分外的令人倍感愤慨。 清初的隐士孙崇他就说：“柳宗元的那一片担心国家的弊病、用尽心力的思考，以及忧虑人民困苦的深切心意，就像风吹一样，不断的从纸面上浮了出来。”柳宗元在贬谪永州的期间，确实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不少的德政。永州的刘子庙有这么样的一副对联，这么说。 此地却远则蛮荒，情寄孤舟，高吟钓雪。是民莫尚如己疾，气吞蒙古，敢说捕蛇。柳宗元能够得到永州百姓替他盖庙来纪念，流芳千古，也可堪安慰了。 来到了本讲次的尾声，课后想想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前面空中大讲堂里，我们曾经提到，柳宗元基于对国事的关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但是不到几个月就以失败收场。 柳宗元虽然被贬到了永州，但是他对政治的理想和主张完全没有因为被贬逐到不毛之地而动摇。这时候，他在政治上是处于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说明白一些，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列管的罪人。他在永州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还遭受着政敌的们的注意。 如果你是柳宗元，你会不会因此而心灰意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从此以后对朝政的弊病或者是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呢？以笑骂由他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心情来过日子呢？就像宋时《宋史·邓婉传》，宛与王安石除集贤孝礼。 乡人在都者，皆笑骂婉云，笑骂从儒，好官须我为之。这段话讲的是宋神宗的时代，国势非常的衰弱，国家的财政空虚，外族又一天一天的侵略，政治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王安石担任当时候的宰相，推行了青苗法或者是示意法等等新的政治措施，这是切中实弊的必要改革。 可是，就是有一些无耻的小人，像邓婉那样，表面上拥护新政，但是私底下贪污弄权。有人背后嘲笑他，他就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个就是贪官污吏的无耻心态。补蛇者说，这一篇文章是柳宗元在永州当个小小的司马期间所写的作品。 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被贬谪到荒远的偏郊野地而消磨掉，或者是减少他对老百姓困苦生活的关心。就像《左传》哀公元年有一段话：“臣闻国之兴也，市民如商，是其福也。”这种良好官吏视民磨如己商的高尚情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精神。 生活在古代封建的时代里，人民的命运没有什么保障。如果遇到有道的明君在位、贤相在朝，就有希望过着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但是如果命运不好，是昏君污吏把持朝政。 那么，老百姓也只能够在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天灾人祸等等交织而成的生死漩涡当中，这是封建专制的制度之下必然的悲哀。我们何其有幸地生活在民主自由的时代，国家的政策是由一群人所共同制定的。 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的政府，应该要倾听民意，存着“人机几机，人力几逆的精神，才能够达到福国利民的理想。刘宗元说，他写《捕蛇者说》，是希望能够被那一些考察民情风俗的官员拿去做参考。在封建时代，这只能引颈期盼；可是来到了民主的时代。 民生的疾苦可以透过各种媒体的披露报道得到反映跟救济，而这就是民主可贵的地方，值得我们好好的珍惜并且善加利用。国文二的第十讲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